Drink beer with the guys。听说四川各地非遗亮相在成都大运村美术馆了，跟着猴哥去瞧一瞧，看一看都有哪些非遗。腰真不错，大运村的文化活动真丰富多彩，这叫促进文化交流互鉴，一意同心沟通世界。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在大运村内亲身体验中国文化的好机会呀、啊！